后来刚刚辞了八个月，辞完之后来就当妈就去了，我又不喜欢了，没想到这里来到了个玩的，我去小女嘞，非得约到我了，说喊我来到大的公司点多玩具，是吗，小女？走，不要说，哎。刷嘛，慢点刷，饿了下来再吃嘛。刚才在楼底下呢，要吃肯德基，把它落个什么了的，三二百已经暴露出来了。这个是买一送一的，买了300，他给我单独买了一个，他自己花了200，那里头还排队买鸡排去了。哎，没法呀。20,000。一块十两不见得了，我你。
在做耕织了的嘛，哎，这里又给你买了杯喝的，知道？这杯就给你幺妈阿姨带回去，幺妈阿姨今天回来了嘛，她喜欢喝抹茶，咋走了嘛？拜拜喽。